在未来的两年，我们都必须把握每一分每一秒，不要忘记市民的拨付。有人问我两年拼四年会不会很累，我说不会，因为高雄是我们的家，能和你一起参与这座城市的转型，一起见证家乡的改变，是我深深感谢的事。面对疫情的挑战，感谢辛苦的医护同仁跟防疫英雄，以及市民朋友大家的努力，我们团结防疫，生活如常。拼防疫的同时，高雄的转型也没有停下脚步，而是更加的进进进，大步向前。铁路地下化的完工，路桥的拆除，绿廊道缝合了市容，更为高雄戴上了一条瑰丽的项链。重新复工的轻轨更逐步的成员，捷运四线齐发，共享运具漫游街坊，串联起城市交通的新气象。亚湾的 5G LED 园区带来了新的思维跟想象，搭配半导体产业链的进驻，城市的转型带来更多的就业机会。从零开始的运动中心、特色公园，提升我们生活品质，加速推动公托、社宅、长照，全方位照顾好市民的生活，是我们的责任。爱河湾、博二、大港桥、流行音乐中心、游艇码头，再到港埠旅运中心，我当年推倒的港边高墙，如今成为我们心目中最美好的风景。台湾灯会大港开仗，金曲奖、文博等大型的活动，带来可观的观光收入，更让世界看见高雄。高雄拥有多元文化，最美丽可爱的市民，我要感谢大家与我一起两年拼四年，携手打造更美好的高雄。高雄，有你真好。